走，坐垫子的来了。嚯，这不桑拿吗？进来。哎呀，走。天儿真晴。哇，今儿干活的人多。好多。Glass。那个，哎，老高，你眼镜呢？这外套是。你眼镜呢？眼镜。啊，你焊东西那眼镜呢？眼镜纸片了，纸片的眼镜。啊。这儿。这儿坐四个，这儿坐两个，哎呀，哪有六个人坐不下来？不是，哪有那么多人可坐的？这沙发嘛。是，就这放着。然后我把那个小的那个茶几，我在下一个地方拿上，就低一点。啊。热水放进去。那这儿太挤了。我都想把这个东西封了。这个不用封。啊，对，他把这放这儿，他就起来这么高了，让出十公分来。可以，这个。same就行了。啊。same。安好一个了，太热了，其实我还是建议他们晚上干，哎，不行，这个要断电，晚上没法干。拿上上面来，你跟你扒了去上面干吧，又要钱了，一些九块八，这啥东西？不知道，也看不懂。终于启动了，好凉快呀，舒服。哎，立马差了5-6度。这小朋友也来参观。老高还是掂着他这锅肉呢，赶紧跑回来看肉了。淘水，淘完水以后就洗一洗，从炉。从炉。我就把这个水啊，把这洗一遍是吧？洗一遍。幸亏我把水泵开了，要不然你又把水给用没了。这个，把这个洗一下这个沫子。其实不洗也行，自己吃嘛。这饭店就不用洗了。今天晚上招待贵客。不是贵客，好两年没见的朋友。回来又搬凳子来了，搬木头来了。我衣服又白换了。那白换了。库房这个也安好了，吹着太潮了。库房安两个，主要你会儿太潮湿，风扇必须得开了。好热呀，真的好热。今天有朋友过来，老高说吃点素吧。你看，果然是素。这边都是搭配的。哎，小高兴，吃啥呢？你干啥呢，宝？他妈还真给上了2元哎呀，送走了，吃完了，也没吃完。这还真是亮油。亮油。那就把咱们的晾衣喷喷干。明天再晒两天吧，晾两天还得打磨一下子。看看啊，素菜都吃完了，肉菜全剩下了，谁都不缺肉。他这是花了2000人民币，就是买这个晾衣。买晾衣的。老高看了吗？以后少弄点肉，没人吃。没少吃，李哥，我就那么大量，吃了2个肘子。他这个刷的跟喷的是两个概念。刷子有纹路吗？你喷的是均匀的。你别拿那个干的。打工玩意
有点大了。嗯，高兴。啊，你谁？咋了？咋了？来。今天早晨，刷刷鞋，洗洗衣服，好几天没动了。今天大太阳，要不然身上都臭了，已经臭了，衣服都臭了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天凉快的时候他们不干活，出太阳的时候他们肯定要干。没办法，小吉的妹妹也来了，帮着小吉看孩子，小吉减轻点负担。啥都弄完了，鞋也弄完了，小吉的妹妹在帮着小吉打扫卫生。我去办公室帮忙去。老高吃完早饭就过去了，我得怎么说呢，我得自己洗衣服干啥的，毕竟老高还有手机照顾。哎呀，出门在外只能靠自己了。哦，天好热。开着呢，开着呢，是不是你查错了？坐个凳子，不是，再说一个插桌，除锈，除完锈以后喷漆，不除锈的话喷漆也喷不上。把这个都给老高放好，到我嘴里面。把下面带给老高弄的弄好了，都放到手边了，扫扫地吧，收拾收拾，过几天就应该差不多了。风扇都已经基本都安好了，基本都安好。好热呀，好热呀，干活。把这个都给老高放好，到我嘴里面了。下午要刷油漆，把这个铺好，免得这个油漆掉在地上。用这个纸垫着，喷完漆以后就一丢就行了。保安倒挺漂亮。这狗，这楼里面两个保安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俩保安。太热了，买两瓶芬达，苹果味的，挺好喝的。快干完了，干完了再吃午饭吧。